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成就攻略《原神成就全收集》1.0到4.4，共1185个，包含天地万象隐藏成就、每日任务、世界 BOSS 及其他成就数44。璃月任务入华景化44，入华池之影。璃月任务游戏一场45，零号玩家。璃月任务孤木竭力，无灵可依46，盘木深深。硬币家庭。Nice。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入华请化带着我们的任务成就入华池之影。如果任务做了的小伙伴没有拿到成就，可以跳转到第六视频的6分07秒氛围。为了任务成就，需要我们在队伍里面准备一名岩元素角色、一名火元素角色、一名冰元素角色和一名水元素角色。等下用于破盾伤害招的话当我没说。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绿华池左边界的 GP 点。到了 GP 点之后，我们朝东南方向朝前飞。飞出一段距离后，我们就能在小地图上方看到任务提示。我们要来找一个画家接取任务。大行动啊，来先进行一段对话，对话完成之后，他叫我们去找他的颜料。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张才内的起皮点。我们回去到了起皮点以后，我们把镜头转到东方向，先串到了一个取景点，他的颜料在取景点下面这个地方，我们调查一下。好的，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图，来到绿华池右边这个栖息点。到了栖息点之后，我们把镜头转到西北方向，走过来，再转一下西方向，在这儿，我们调查一下。拿到颜料之后，我们打开地图，回到刚才的起皮点，再去找那个画家。我们径直朝前走，形随神至。来，再和他对话。对话完成之后，我们把镜头转到东北方向去找石头，这里有三个点位会随机刷新。我都带大家走一遍吧，因为不知道会刷在哪个点位上。哎呀，这里是一个。好，这里调查完之后，我们从北方向转，在前面带行动啊。这里还有一个调查点位，这里我拿到了石头。然后第三个调查点位在西南方向，这里就是第三个调查点位，但会随机刷新。好，我们回去把神像的这些东西嵌回去，把珠子嵌定神像的那个眼睛里面。我们神像的披风比较好爬，我们来到这披风这朝上爬。爬的时候抬头看一下有多糟，注意自己的体力，若若体力不够可以到左边的平台上休息一下，再接着上山爬。来到上面，我们点击神像，把它嵌回去。
好的，我们撞到背后，再去牵另外一路神像的眼睛，也是顺着披风朝上爬，注意一下自己的体力。他们的岩方碑就解锁了。好的，经过一段动画之后，我们来激活这里岩方碑，砸一下它，叠。那我们重新来激活一下。一会儿之后会出现三的圣月法石，来我们清一刀。好的，门就开了。打败之后，门新来带向工作室，获得这个华裔宝箱，就能完成这个任务。对，又是原石，旁边这还有两的宝箱，一直在这禁止接触。一直在对面，两只蜘蛛者，另一只蜘蛛者。好的，拿好宝箱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绿华池右边立的TP点，我们再转回西北方向，去找刚才跑掉的那个画家。和他进行对话，选第一个，你画的怎么样的？不能获得我们的这次成就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这皮成就的收集没有队伍要求，我们先打开地图，来到明运镇的齐天神像。到了齐天神像之后呢，我们把视角朝东北方向转，跳下悬崖从前面飞，飞着就可以看到任务体石的标志。来到这，我们跟 Jade 老爷爷对话。对话完成之后，我们把画面转到西方向，朝这座茅草屋里面走。进来以后，我们可以发现一本笔记，阅读一下。阅读之后呢，我们朝前面的缝隙走出来，就朝着前面飞。朝着有仙灵点的方向飞，可以抬元素视野看一下，就有一个炸药桶，有的绣球人正在挖它，我们来把炸药桶打破一下。走进来以后呢，在宝箱的右手边可以看到一个调查点，我们调查一下。好的，调查完成之后呢，会生成三个任务点，每一个一个来。先来到这个 TP 点，到了 TP 点以后呢，我们把视线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，如果这个电起始之后呢，我们朝下面跳没有关系。把镜头朝南方向转，这有一处矿丑，我们走进来。来到这之后，我们再把镜头朝南方向转，东南方向游进来，
只有两条路，我们走右手边，在宝箱的左手边正好有的调查点，我们调查一下。调查完成之后，我们打开地图，回到刚才那个 TP 点。来到 TP 点后呢，我们把镜头朝东南方向转。我们先去远的那一个，下一项工作师，运过绿头树之后呢，我们转一下方向，朝着贴的这块石头走。进到这个撞口之后，我们向后撞，然后在这个篮子旁边有一个调查点。调查完成后，我们打开地图，回到刚才的 TP 点。回到 TP 点后，我们朝西南方向，然后沿着这条路走，看见前面几个丘丘人呢，我们把视线往南方向转，走进这个创丑，在分叉路口，我们朝左边这地方进来，在创车的旁边有一个调查点，我调查一下。调查完成之后，我们走回去，来到入口之后，再朝左手边，就是地图的西南方向。下一项工作师，沿着这条路上山，来到坡顶之后，我们把镜头朝东方向转，这里会生产一波大宝团。来，我们是轻易的，我们做了错误的。好的，清好之后，我们来挖掘。经过一段动画之后，我们就能获得 G 的成就，加50原石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